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哦，身为一道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够了，我爱你，不必人懂。政府来谢谢我们在座所有的好朋友，因为你们的支持，说实在，一个弱势的团体要成立这样的一个据点，没有大家的集资共同响应的话，我想不太容易成立哦。去年三月才首次推出了眷村创生的计划，我们航星服务协会也是我们去年选出的七个案子当中第一个整修完成，而且取得使用执照、使用许可，所以航星服务协会第一名。太阳光照再强，总有照不到的阴暗处啊！那这个阴暗处如何把它补起来？就是靠一些国际性的社团。上帝创造人类好像也不是很公平哦，但是这个不公平就靠各位的爱心把它弥补起来。生意障碍这个区块啊，确实是有需要。我们社会各界也包括我们主管机关，大家共同来努力来给予协助。我想透过大家的努力跟协助，才有办法真正帮助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跟家庭，能够让他们有所安顿。也要换你一段笑容。阿联车主俱乐部、逍遥车队，将来我们还是一样爱心的奉献，谢谢。永远发光发热，带给大家温暖。在这里看到的是感动。创新家会，我们这些弱势族群哈，一面打鼓一面上班，这是开创台湾的新纪元。张典理事长跟我们多理事长用心耕耘，手心向下，然后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结合各界的资源呢。让这些糖心的宝宝可以发挥所长。这个理事长他非常的有心，给他们有鱼吃，不如给他一个钓竿。让更多身心障碍者注入，使这个眷村能够更的活跃。大家邀大家一起不用为爱心一起努力，一起加油。而且这个社福单位会更多的人气，然后大家把资源都投进来。在社会上，这个闲杂人士，大家有钱出钱了，有力出力哈。那我们祝糖心协会工作坊。开幕顺利，圣修校友会，祝圣修校友会祝福长青工作坊开幕致敬，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公益，长青工作坊赞，长青宝宝赞，长青宝宝赞，长青宝宝赞赞赞，糖心宝宝赞，糖心协会赞，糖心协会赞，糖心宝宝爱你哦，救命！糖心协会赞，糖心服务协会
赞！糖心服务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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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糖心协会赞！糖心服务协会赞！糖心服务协会赞！糖心工作坊赞！糖心服务协会赞！糖心服务协会赞！糖心服务协会赞！我爱糖心服务协会，啾咪！谢谢大家对糖心服务协会的支持，糖心工作坊成功。糖心服务会赞，糖心服务会赞。各位与会的嘉宾，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高兴，各位一起来关心我们糖心服务协会在这里成立这么一个点线面，也透过社会各界大众大家共同的来关注，所以呢，今天就是要正式开幕。那么莅临的贵宾，委屈您了，因为天气实在是很热，很热。接下来就是孩子们为我们击鼓的节目，掌声欢迎三位青少年朋友。大眼睛，谁给啊？
首先介绍的是高雄市政府社会局戴局长谢丽丽局长，专门委员陈秀群，高雄市身心障碍团体联合总会陈梧桐理事长。好，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苏国珍理事长。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刘秀英主任秘书。还有文化局文化资产中心的李玉民主任。紧接着介绍的是高雄市慈善团体理事长联谊会的董辉章理事长。好，在后面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副理事长高环茂。好，紧接着介绍的是男子特殊学校黄国书校长，成功特殊学校蔡宏文校长，仁武特殊学校杨怡文校长，国际福伦社三五一零地区2018-19总监李德安李总监。接着介绍的是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第46届高屏地区陈关妹主席。主席在上个礼拜也特别捐了一部车给我们纳马巷还有六龟甲仙那个区块做社会服务的接送，让需要就医的或者是有一些临时状况的都有车子可坐哦，真的是功德一件哦。另外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国际同济会千禧会的李淑慧会长。正修科技大学校友总会陈昌忠总会长。科技大学屏东校友会陈景禄会长。高雄市立高雄高商家长会林昌然会长。高雄市补习教育暨屏保协会李世昌理事长。高雄市补习教学人员职业工会张文强理事长。另外就是我们科技大学有一位周老师，周老师，阳光派出所曾富达所长。另外就是我们慈善团体凤林观音慈爱会郑进龙理事长，还有我们慈善团体联合总会前理事长，也就是我们黄国良黄教授黄理事长。那接着呢，等一下我们在递名单的时候，我再继续补充介绍。中华民国课后教育协会陈伯宇理事长。那我们就恭请主办单位我们张简理事长致欢迎词哦，我这年节后面又来给你听哈。我们谢局长，还有我们文化局的主秘，还有各位，还有各位来宾哈，这里很多都是理事长啊。很多是慈善会的一些长官哈，那所以很多我就没有再一一的再跟各位啊称呼称呼了哈。然后现在今天天气非常热，然后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来参与我们长青工作坊的这个开幕式啊。然后我们要首先要感谢两个单位，其实第一个就是那个社会局能够给我们机会
来承办这个糖心工作坊，哦，然后也感谢我们文化局给我们这个机会来用以租代付来有这个场所来执行这个专案，哦，然后谢谢这两个单位还有几来宾各位的协助啊，哦，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这边服务这个身心障碍15岁以上的小朋友，哦，然后来提供他们这些日间作业设施，然后提供他们有一些白天可以训练的机会这样子，哦，然后在这么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让大家百忙来这边，哦，然后也让大家太那个辛苦，哦，还让大家在这边受热啊，哦，然后也等一下，哦，欢迎大家来进去我们来参观一下我们的那个场所，然后能够提供这些小朋友的活动设施，哦，然后谢谢各位的光临，谢谢各位的支持啊，哦，希望我们这五年来甚至以后的话能够继续在这边对那个这些身心障碍小朋友来服务，然后也服务各位，谢谢大家。我这个理事长吼，平常时是无啥会晓要开嘴讲话，故意甲一时，故意甲袂顾你就对了吼，真掂啊，真认真做工课，所以因翁阿某啊，一个是真外向，啊一个是真内，吼，所以因两个搭配得非常的好，啊会冤家无？淡薄啊，哎，这是一定的嘛，对不对？啊，但是淡薄冤无家就不成夫妻，对不对？吼，所以伊的认真拍拼，我拢看会到。所以伊今仔日甲我敲一个电话临时嘛，吼，我甲讲好，我甲应唔好，我心肝讲袂出来，真正是讲袂出来。所以呢，就今仔日安尼去上班，就安尼出来就对了，谢谢啊，我来讲，就是讲，因为咱伫这个所在甲其他的所在无相像，拢爱真辛苦。因有时阵伫咧坐庄的时阵吼，拢真暖悠悠的厝嘛吼，啊，佮有白遐，伊就爱艰辛苦吃，一直冲，冲到今仔日有安尼的成就，实在是真无简单。所以呢，他就是重新感动，用爱在成就。我们掌声给予肯定，张田理事长。好，大家恭喜我，我是吉泰基的。好，您请坐，您请坐哈。好，那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最尊敬的，而且在社会福利服务方面，他的指导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成长，看得到成果。那就是我们最尊敬的局长，我们谢丽丽，高雄市社会福利局长。打鼓的时候听到那个介绍声音，就是哎，这徐姐的声音啊，人在哪里一直看不到，后来才知道她在这地方。有徐姐在的场合哈，她的那个说话绝对让任何人都心里窝，感受到非常的窝心了哈。那这是我们高雄市最资深也最有爱心的志工伙伴哈，推动我们高雄市的志愿服务工作将近30-40年了，哦，而且他的女儿还是国际志工，哦，国际志工，所以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徐姐，一直在我们社会福利、社会公益界帮打拼了，哈，哦。那我们张田理事长，我们文化局的刘主秘哈，哦，主任好，哈，哦，那就要得要你调解了。那我知道我们总会的陈理事长也来现场，哈，哦，礼拜天我才跟我们的高屏地区的哈，我们的陈主席哈，还有我们一万一兔区的我们这个江会长哈，江专区主席哈，那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大家下午好。其实我是以感动的心来这边哈，因为我们周真主周创会理事长哈，每次碰到我都跟我讲，副座我一定要哈，哦，来找一个场地哈，哦，帮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可以展现才能的地方哈，哦，让我们的孩子有地方可以来聚点，哦，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再碰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讲，哇，终于租到一个地方了哈，谢谢文化局给我们周理事长一个地方，然后我终于找到一个地方了，可以让我们孩子附中，你一定要来看，所以很高兴今天成立了哈，然后又集结那么多我们同济会、狮子会哈，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哦，包括我们慈善界都来了哈，我们黄理事长、黄老师都来到现场哈，我们这个高副理事长哈，所有的慈善团体都一起来，就可以想见我们周创会理事长在这个社会公益哦，在社会慈善哦一直努力，今天就在我们身障福利领域打下一个根基哈。那高雄市身心障碍人口总数将近14多万人哦。14万余人的里面，他们服务的是第一类嘛，第一类的孩子身心障碍朋友大概有1万多人，然后他们夫妻两个真的很愿意来做，就像我们就像刚刚徐姐说的，太太是在外面打拼非常的努力，那我是第二届第三届才看到我们这个詹杰理事长，虽然以前都在旁边默默的在支持我们周理事长，不过可以看到夫妻两个真的是很有创意很有心在做这样一块领域来服务哈，所以今天很高兴代表市政府代表社会局，第一个要谢谢我们两位夫妻哈，为我们唐心宝宝唐市政宝宝哈打下这个，那刚刚理事长还跟我讲说刚刚打鼓的这三位小孩子都有一份工作，今天是请下来的，所以可以感受到哈，他们也很高兴自己有一个地方可以把自己的才艺人展现给大家来看，所以这个第一个要谢谢我们夫妻俩，第二个要代表市政府来谢谢我们在座所有的好朋友，因为你们的支持，说是在一个弱势的团体要成立这样子一个据点，没有大家的集资共同响应的话，我想不太容易成立哦。这个文化局愿意租借，我们还要付租金哦。然后社会局支持我们，还是要买一些器具身材的用具让我们这些孩子，那社会局给的不是很多，那就要靠大家，所以刚刚徐姐说理事长邀我以后说卡贼嘞哈，一句话一个字多少钱哈，这样累积起来哈，所以非常谢谢，然后第三个也要谢谢我们的这些孩子们，真的很可爱哈，他一直很希望把这个鼓打得更好，这个鼓敲下去大家都愿意多集资给他们，让他们把这个据点做得更好，那最后我希望这个点成立之后，不是今天只有下午大家来，未来大家有时间就可以来我们的小座看看孩子们的作品，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可以来我们这边吃冰、哦、让孩子用搓冰、哦、来给大家吃，炎热的天气让大家温暖心情，最后还是要谢谢大家，那我们也预祝我们唐心服务协会这个小作所越做越好，有大家支持可以肯定这个孩子一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谢谢。今天副局长对唐心服务协会的理事长的肯定跟鼓励，我相信他们伉俪啊一定是感恩在心，那我再继续补充介绍一下贵宾，我们暨心心脏的心啊，暨心慈善会的萧南香理事长，高雄市各级学校家长会协会家长会协会谢坤良理事长，高雄市心智障碍服务协进会蔡英花总干事，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南区综合社会福利服务中心蔡怡芳主任，好，接下来是前锋国小林英毅林校长，国际狮子会3001兔区江深辉专区主席，国际狮子会3001万区二圣狮子会廖光明会长，高雄
是远红国际同济会杨雅妹会长，同伴哦。杨会长很早就来协助布置啊，很感动。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高雄哈雷逍遥车队蔡世生队长。好，两个车队现在要不要绕一圈？重骑都在后面了。改天有机会让你展现一下下，好不好？国际志工日那一天，好不好？12月5号，联合国国际志工日今年是35周年。它的主轴就是志同道合。那我们高雄是要庆祝的话，就是前面要挂几个字，因为高雄志工启动是全台湾啊最先的啊，那就是璀璨志工志同道合，那热烈庆祝，到时候请队长您来啊。好，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基德慈善会王彦青理事长，以及我们的辅导理事长吴立华吴理事长。好，中华民国社会教育协会彭连焕理事长。高科大杰出校友联谊会的余淑君执行长。校友会哈，校友会，高科大校友会，陈明川秘书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恭请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任秘书刘祖密，您给我们鼓励，掌声欢迎。谢谢局长，还有谢谢我们辛苦劳苦功高的张杰理事长。我坐他旁边，可以看到很近距离的观察到他的额头上的汗是大颗小颗的一直滴下来啊。虽然沉默，但是呢，他的用心，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体会得到。还有我们今天在座有许许多多的，包括理事长、会长、主席等等，很抱歉没有办法一一的介绍，谢谢大家。我相信大家今天所有的贵宾都跟我一样，我们是带着共襄盛举、欣喜的心情来到这边。一开始我还是要谢谢，唐心服务协会，特别谢谢理事长啊。刚刚有提到以住代户，谢谢您参加了我们在去年推出的以住代户眷村放生组的一个计划征集。我们经过公开的征件、公开的征求，在激烈的竞争之下，我们唐心服务协会的幸福边的案子啊，幸福冰店的案子脱颖而出。所以这不是有没有钱租不租借的问题，而是经过激烈的角逐，他们脱颖而出的。而且我们要谢谢理事长把我们的建设维护得这么好啊。说到以住代户，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这是黄埔新村。黄埔新村其实是我们台湾第一个眷村。那高雄市呢，有陆海空三种军种的眷村，而且面积也是最大的，也因此眷村的保存对于文化局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那刚刚理事长提到以住代户，就是虽然眷村目前还是属于国防部所管有的，但是我们希望维护眷村的文化跟景观，所以我们透过以住代户征求民众，我们公司协力一起来维护这个眷村。那这一次呢，我们在早期先推出了以住代户的进驻之后，我们希望除了人员的进驻跟居住之外，也可以把一些多元保存文化的元素，比如说商业元素能够带进来。所以我们是在去年3月才首次推出了眷村创生的计划，希望大家带着多元的计划书来进驻眷村。而在去年3月的甄选呢，我们唐心的幸福冰店的案子脱颖而出。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企划甄选，然后设计书图施工，我们唐心服务协会也是我们去年选出的7个案子当中第一个整修完成，而且取得使用执照、使用许可。所以唐心服务协会是第一名。
今天来到这边，除了谢谢协会，也期待大家对于眷村，对于我们引出带户的计划，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而且也希望服务协会这边的服务本质和我们眷村这种服务互助合作还有共同生活的精神其实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在这边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谢意，也恭喜，也希望在今天唐心服务工作站工作坊成立之后，在后续幸福冰店陆续开始营运，能够一切长虹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刘主秘，经过您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就更不难了解我们张俭理事长他们的用心啊，获得了第一名，不得了。可是局长五年了呢，就对呢，因为安尼付过来吼，讲怎样五年啊就结束啊，未使。因那是好的时阵，我要求什么永续经营。接着要介绍的是我们高雄市各级学校家长会会长协会吴瑞达吴理事长，让您久等了，谢谢。周文王慈善协会欧信良理事长，欧理事长。高雄市体操发展协会执行秘书苏立香，苏秘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福润社总监李德安李总监来为单位鼓励。一直是非常的支持唐心服务协会，所以周真竹市长非常的感谢您，谢谢。谢谢。当我们看到社会局跟文化局都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公权力也到了哈。当然，我想公权力就犹如太阳哈。各位想一想。太阳光照再强，总有照不到的阴暗处哈。那这个阴暗处如何把它补起来？就是靠我们一些国际性的社团，譬如说国际狮子会、国际同济会，还有国际福人社，以及各位在场的各位慈善会的理事长哈，以及基金会。我想，我们必须要去用我们的力量来弥补公权力不足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刚刚看到唐心宝贝在打鼓的时候，我想到唐心宝贝以及迟缓儿哈，以及罕见疾病。以及漫飞天使，我觉得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相当困难，不像我们哦。介绍一下起来，你还可以马上起立向后转，还可以欢呼。我想基本上他们这些宝贝哦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蛮困难。所以我觉得上帝创造人类好像也不是很公平哦。但是这个不公平就靠各位的爱心把它弥补起来。所以我觉得。人到生命结束那一天，全部都是公平，全部都是公平的。那我想，我一直在鼓励我们福人社，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事，如果只是为了服务自己，那这样的生命显然是不够伟大的。所以，我想各个社团、各个慈善团体、各个基金会回去的话，特别是我们领导人，能够多鼓励我们自己的社团，鼓励我们的一个社员，能够多出一些自己的时间。金钱跟体力跟精力能够投注到这些众多的苍生跟弱势族群上面，我认为这个世界会更和平。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所说所做所说所想所做的事，都是在建构一个明天更强大的地球村，也在建构一个更快乐和谐的地球。谢谢。谢谢总监，谢谢，真的是还讲得太好了是给我们激励了很多的方向好，接下来呢，我要特别介绍正修校友总会总会长陈昌忠，陈总会长给我们鼓励。各位前辈先进，大家下午好。好。人家没什么太大的精神，因为受弱。大家都受弱对不对？对嘛哈。所以我也不要说这些钱拿出来那种保险票。好了，来我理事长就辛苦的走去周围啊。我先大家报告，因为什么？因为周真主是我们校友会副会长啊，所以他邀请我来的时候，我其实蛮高兴的，因为温好优惠在座有 好多那个协会的理事长或者是都是我们校友会的看到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有一件更高兴就是用行动支持。
那因为我们校友会其实非常的团结，那在社会上也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杰出。那我相信我们用我们杰出的力量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心意来帮助他们，是我们校友会的宗旨。那我们我还有我们屏东校友会也来赞助啦，这个比较简单。咱把那个理事长，你要恭维呢，恭维要有集体哦。哦，那个谢谢我们正修总会长，我也是正修的，我是校友啊。哎呀，我们正修都很校友，很优秀。谢谢龙文校友。还有谢谢总会长今天的光临，哦，谢谢。谢谢理事长，两位理事长啊，简露理事长也是我们慈善团体联合总会的理事啊，真的表现非常的杰出。总会长，阿哥个看者，也关路关路贼。那你我来招一个，我正修出来。好啊好啊，请好，我就爱看，我就欢喜耶。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副理事长代表理事长来致辞啊。的高环茂高理事长，掌声欢迎。好，谢谢。好，谢谢啊，我们最佳主持人惠美姐啊，我们社会局的长官啊，王局长啊，中委啊，文化局的各部门，还有我们今天很多在座的，包括国文设施指挥同济会啊，我们校友会啊，我也是正修校友，我是化工科那个82年毕业，然后也是化工会会长。今天很高兴哈，能够来参加这个活动。其实各位应该不知道，其实我跟曾主席是蛮熟的。他在去年底就跟我讲了，说他想准备去做一个对这些糖心同学、就是糖心宝宝来做成立一个工作坊。那当初他很多构想，当初好像是文化局这边，刚才讲那个文化部这边讲过有陆海空嘛，那当初我知道这个是跟是黄埔，现在是属陆军的嘛。啊，当初还说还有一边那个左那边也有，也是属于海军的。啊，可是那空军的我就不知道了。那空军就可能比较远哈。那听说有两个地方他来决定。啊，当初跟我讲说那个场地都蛮大的。哦，那去那过了再那差不多，我们上一次在我们慈善总会那边有一个大社的仓库成立以后，他就跟我讲，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王教授一起过来。之前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他说叫我们给他指导。他其实你到现在其实没有几个月，进度蛮快的。我今天速度高劲，我还家里要惊掉。我来这边至少5次以上，每一次来都其实都不一样。哦，其实都不一样，其实进度蛮快的，整个好像都是这样讲的，打来就出赶快。哦，其实办的其实蛮好的。那边所谓的迷你食物营养也是我们慈善总会，就是委托社会局承办的哈。我们来由慈善团体联合总会来承办这个食物营养。那所谓就是所谓的干货食物银行，这是比较对一些弱势团体。各位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其实现在很多狮子会、同济会、各户人士哦，你们这些大社团哦，其实很多慈善会都需要你们的协助跟帮忙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这边联络，我们这边都有电话，或者就跟那个社会局这边联络哈。其实我们现在慈善总会要成立一个阿湖食物银行，所谓的阿湖就是包括说冷冻的蔬菜、水果啊，各方面都有。哦，其实各位如果想去参观的，我们在大社一个仓库非常的大，到背着规定，哦，这是整个仓库。那现在干货就是由社会局承办的两个，就是现在就有分县市合并，当初就是有分县市，阿高那个原本的高雄县他们那边也有，那高雄市是由我们慈善总会这边来承办。其实我们也承办很多年了，其实也是感谢社会局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名声能够越打越响了哈。那我们在整个在慈善界，包括很多现在中北部很多企业家，包括那个基金会都能够提供很多的食物，包括那个赞助的金额。所以说，各位在座的很多是职位无人士同机会，如果他们有想去参观的家长会，你们想去参观的话，都随时我们随时都欢迎你哈。那今天很高兴代表我们慈善团体联合总会张理事长，还有我们的所有的理事来参加这个工作坊的开幕哈，更感谢
大家与会的参与哈，啊，希望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哈，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今天哈，有我们慈善总会，我们三位副理事长，还有我们那个江生威主席，还有一个蔡清波校长哈，来赞助我们这次的那个舞台车了哈。那么小红包，那好意味给红包嘛，小红包。正修的感觉。对。因为我们三位副理事长还有我们那个。好，谢谢啊，感谢啊，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各位，谢谢。有讲就有啦，啊，若无讲的时阵吼，慢慢啊丢。慈善团体联合总会在我们全国来讲，可以说是全国第一个单位所组成的。当年我们在催生的时候是很辛苦，有些理念都不能够结合起来。所以一经一二三哦，我足辛苦啊，也要国语，也要台语，也搁要报数一下吼。啊，所以呢，大家到尾啊真有共识。我讲，恁若是会当他串联在一起，把所有的慈善会串联在一起，所结来的这个社会资源力量是非常的大。那我也很感谢社会局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的认定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呢，希望宅基配也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率先带动全国的。那食物银行现在可以说是东南亚一带非常的热烈，每一次都会到我们台湾高雄来参访啊，这个是值得跟大家做报告的。那今天我更感动的呢，就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身心障碍福利科，我们陈慧芬科长带着他的科员一起来，精湛的来到这堂会，然后这一这个荧幕吼，我是感觉讲啊，正向形象，互人会感动，对吧吼？啊，过来再来请咱身心障碍联合总会，我们陈梧桐理事长来甲你的主题鼓励一下，来掌声欢迎咱理事长。张杰理事长、珍珠理事长，还有我们非常尊敬的我们谢局长，还有我们文化局的刘主秘，各位长官，还有我们与会的所有的慈善的大德，各个慈善会的理事长，大家午安。非常高兴哈，今天代表高雄市身心障碍团体联合总会来参加我们珍珠跟我们张杰理事长这一个小作坊。那即使刚刚从我们看到打鼓的三位我们的小朋友，各位看到他们表演的时间很短，那所谓的台下一分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可是对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讲，可能不是十年，可能是三十年，我的意思是可能要加倍了哈，所以非常辛苦。那高雄市身心障碍总会，我们服务的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涵盖所有目前国际上提供的八种障别，那其实非常的广。那身心障碍是我接任理事长之后，我发觉哈，我们社会里面，我们我以前曾经在慈善总会那边帮忙过一段时间。那以前我觉得无钱的足辛苦的，对不？善家人啊，无钱读书，囡仔无钱读书，足辛苦。那后来我接触到了身心障碍这个领域之后，我发觉哈，那无钱，然后又什么，又单亲，单亲通常又女性居多，然后又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小孩，那他有轻度、中度、重度及重度，那你们可以想象，那个苦是怎样，很深很深，而且是一辈子的哈。不是说我这个礼拜感冒好了，下个礼拜的个活活两几位了哈。那所以说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啊，确实是有需要我们社会各界，也包括我们主管机关，大家共同来努力来给予协助。我想透过大家的努力跟协助，才有办法真正帮助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跟家庭，能够让他们有所安顿。我想借这个机会也代表总会来感谢我们与会的所有的贵宾长官，谢谢大家。谢谢陈理事长。那我们同济会高屏 B 区主席给我们鼓励，好不好？结个善缘了啊、哦！
我们社会局局长哈，还有我们所有文化局各位政府部门的官员们，还有我们民间社团公益团体哈，大家下午辛苦了。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真的天气太热了啊。总之，大家就是一句新闻，然后我非常钦佩哈，我们张景上昭理事长以及他的协内助哈，对社会大众的付出，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我今年有办一个环岛社服哈，我们张景上昭，我是在那一段时间九天真正认识他，他本来是要去骑脚踏车环岛。变成转而给我们开九天的那个社服的那一个就是专车，因为要装行李的，要装物资的。然后那九天他真的很物质，我也很担心他那个抗压哈。我反正因为是要原本跟计划跟他的那一个是不一样的，他是要去骑脚踏车，变成他来服务我们开九天的那一个就是。在物资还有在那个行李的车的那个大卡车，而且是我们唐心协会的那一台车哈，所以这一点我借助大家一点时间啊，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很非常感谢他，让大家再更深一层去了解我们张景绍昭理事长非常棒的地方哈。他除了他自己唐心协会，我们社团上有需要他，他也都付出他自己的能力去服务其他的社团哈。我们这个环岛总共做了捐赠15个社服单位，捐出60万，然后我们环岛人数是80人，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张景上昭为我们这个团队的服务啊！借助我们大家的手，给我们张景上昭一个大大的感谢，谢谢哈。最主要我想我会上来是因为我想要捐一个小小的社福金给你，给他加油打气啊，谢谢谢谢陈文妹主席。谢谢陈主席大爱成就了一件美事。好，接下来我们周真竹理事长的夫人呢、有事儿要跟大家做分享。不好意思，天气炎热，然后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因为刚刚那个科长一直很急哦，说要拍团体照，团体照。然后呢，中间可能就要麻烦哦，就是贵宾们往前一点，因为等一下会从上面拍下来，拍一张团体照。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会进到里面哦，外面一个唐心工坊那边有一个墙，未来也可以留下合影。那等一下会进门那边会有一张合影。那在合影之前我先讲一下，等一下大家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所准备的哦。这个礼物一方面是伴手礼，二方面是我们未来要卖的产品，东非野生蜂蜜会发我们自己唐心的一个包装，现在先暂时这样，请大家试喝，好试吃。然后这个是花莲瑞穗的有机红茶，都是冠军茶。那我们特别哦，前几天才从农会刚包装好的，那这个都是要送给贵宾的，拜托你们一定要等一下一定要带走。带走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试喝，你就不知道我们的好，你就不会跟我们买。然后里面还有冰品，等一下拜托也进来试吃一下。那等一下麻烦贵文化局赞，社服团体赞，还有什么？我们的同济会赞，十个一会赞，还有我自己。好，来换人。好，大家一起做爱心哦，我们来啾咪一下。啾咪，唐心服务协会赞。我们是哈雷车主俱乐部逍遥车队，今天很荣幸受邀到这个唐心工作坊。他们也是工作的是很辛苦哦啊，将来我们还是一样，会有爱心的奉献，谢谢。你好，我是高科大杰出校友联谊会执行长于淑君，我祝福唐心协会永远发光发热，带给大家温暖，谢谢。唐心工作坊哈，他开创创新呐、创新加惠我们这些弱势族群哈，祝我们唐心工作坊圆满成功，
一路长虹，祝大家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大家。唐心服务协会过去辅导唐氏症的小孩子能够一面打鼓一面上班，这是开创台湾的新纪元，他们这次很有效率的在短短几个月就成立这个工作方，希望各方的人士，如果你们要挺身心障碍的工作者记得来这边消费，他的冰超好吃，他的蜜超好吃，他的茶叶超好吃，你如果有心帮忙的话，用讲的没有用，用行动来这边凤山工作坊挺唐心服务协会，谢谢各位的帮忙，谢谢，非常感恩唐心服务协会用心的经营。讲实在的，这个由我们张简理事长跟我们多理事长用心耕耘，相信唐心慈善服务协会会越来越好，感恩，谢谢。我祝福最可爱最棒的唐心协会的宝宝每个人都发挥所长然后去尽量去学习，在那个张简会长的带领之下尽量学习，然后也从那个手心向下，然后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加油，爱你们。我们唐心工作坊是这个全台首创，那经过这个张简理事长还有我们周理事长的努力奔波下，那结合各界的资源呢，让这些唐心的宝宝可以发挥所长，那在他们的职务上呢能够发挥他们长才，那学到更多东西，那进而呢从原本是手心向上呢可能需要人家帮助的变成可以去帮助别人，那非常感动，那祝福我们协会，那还有我们这些唐心的宝宝呢，那事事顺心，那平安如意，谢谢。在这里看到的是感动，唐心宝宝赞，非常荣幸来参加唐心宝宝工作坊的开幕之庆，希望就是这个理事长他非常的有心，给他们有鱼吃不如给他一个钓竿，那希望他们工作坊成立之后大家能多多的给他们支持鼓励，谢谢唐心宝宝赞。你好，唐心协会这次来参与是很感恩的心，我觉得前理事长周理事长与现任他的老公真的是做得非常好，针对身心障碍者能更多的帮忙与协助，有透过社会局跟文化局的支持，把这个旧的眷村黄埔眷村能够翻新，能更多身心障碍者注入，使这个眷村能够更的活跃，那我也在此祝福唐心工坊能够顺利的，不只是五年，未来的五年也更加的努力，恭喜他们，谢谢。大家好，那个我是真修校友会屏东校友会的会长，那真主就是我们上招理事长，他跟唐心协会已经服务很久了，然后一直很用心，然后祝福我们唐心协会那个上招理事长还有真主理事长一起，大家邀大家一起为爱心一起努力一起加油，谢谢。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参加唐心服务的那个应该是工作坊小作坊的完成，那其实今天的张简的那个理事长还有他的夫人就是都是我们正修校友会的校友，然后他们在公益上非常的投入，那我们觉得做学校的学长学弟也好来到这边来给他祝福，希望这个唐心的作坊会越做越好，而且这个社福单位会更多的人气，然后大家把资源都投进来，也祝福他们可以在这个今天这个日子里面可以完成他们的小小的梦想，那我们代表校友会来给他一个祝福，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是唐心服务协会的工作坊成立，其实我们在我们感谢我们真主理事创会理事长现在的张简理事长他们其实他们夫妻贤刚力其实非常的用心，在一年之前他们就有计划想说照顾这些弱势团体，那我今天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其实他现在是所谓的那个民以食为银行，也就是我有我们慈善团体联合总会大家一起合作的，那是所谓干货，那其实他们夫妻俩贤刚力真的很用心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刚来的时候整个这边场地都很废墟了经过他们夫妻的情况，这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整个工作环境其实做得蛮快蛮顺畅的哈、啊。同时在此哈、啊，呼吁社会各界哈、啊，如果需要说，其实我们慈善会就是我们联合就是照顾这些弱势团体哈、啊，大家由慈善会来照顾弱势，包括刚才所谓的狮子会、校友会的同济会、福伦社哈、啊，希望大家。在社会上，这个贤达人士，大家有钱出钱哦，有力出力哈，为我们整个社会一些弱势家庭，还有这些身障者哈，做一份谋利啊，希望他们能够大家为这些团体来共同服务哦。啊，希望我们这个工作坊哈，能够越做越好。其实，在各位的配合下哈，还是今天很多理事长啊，其实都是大家蛮用心的，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照顾这些弱势团体，还有这些身障者。啊，感谢各位哈，谢谢。大家好，我是唐心协会的理事。那我们祝唐心协会工作坊开幕顺利，而且越来有越多的帮助很好的弱势家庭，还有很好的朋友可以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一个休闲地方，可以常常来帮助跟各位好朋友聚在这里。谢谢各位，谢谢。正修校友会。祝还是祝福啊？祝福，祝福啊！再一次，要看大字报吗？开始。正修校友会祝福唐心工作坊开幕致庆，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唐心工作坊赞。讚